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花姐本期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，我们一起来拆箱看看。哦咦，这是什么呢？零食物语，吃货无罪。那当然啦，做个明明白白的吃货也挺好的呀。哇哦，给大家瞧瞧，是一个海洋里很可爱的小动物。不对，不是个小动物，它可是个大动物。给大家看看，海豚软糖。哇哦，小海豚最可爱了。哇，给大家看看，它们的每一个动作和姿势都不一样呢。哇，海豚，海豚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把它装盘，让大家仔细看看这些海豚都有哪些搔首弄姿的可爱动作。啦啦啦，盘子，哇哦，黄色、绿色，还有什么其他的颜色呢？哇哦，感觉此刻一群海豚正向我游来。哇，还有橙色的，来，让他们排好队，马上要开始海豚表演。哇哦，啊，有些海豚啊，真的是太萌了。给大家看看，还有蓝色的小海豚哟。哇哦，简直要把我的心都给萌化了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大家瞅一瞅，瞅一瞅，瞅一瞅，来来来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些小海豚呀，看姿势活跃可爱啊！每次去海洋公园呀，最喜欢看海豚表演啦。嗯，他们在水里面飞起来、游下去、翻滚着，表演的各种特技的动作，哇，真的是看不够啊！啊，这么多漂亮的小海豚，你们最喜欢哪一种颜色的样子呢？哇哦，哇，这里面还有一大袋子呢。哇哦，这么可爱，都有点舍不得吃了。嗯，先来一个橙色的吧。哇，看看，它好像是微笑的表情呢。嗯嗯嗯嗯，哎呦，哎呀。这个小海豚软糖也太有嚼劲了吧。嗯，这橙色是什么味的呀？浓浓的橙子味。嗯，这个软糖啊，吃在嘴里，告诉大家特别像什么感觉，好像你吃了一大块五花肉，嚼在嘴里啊，哇，那个香啊，真的是无法形容，吃在心里就是舒服。哇，我发现这个蓝色的特别好看。嗯，大家觉得有没有？哇哦，蓝色的身体，白白的肚子啊，太可爱了。嗯啊，嗯嗯，蓝色什么味道？雪碧的味道，哇，好像在大海边哦。一个巨浪打来，哇，海豚在那里翻叶子，在向我们说嗨，你好。嗯，啊，雪碧的味道我喜欢。看来呀，这些小海豚呀，不同的颜色对应的都是不同的味道哟。嗯，这样拿着一盘啊，感觉好像是煎好的小鱼，有没有？五颜六色的。嗯，好像是刚刚从烤箱里面烤出来的，太好看了。哇，导演想吃吗？来，给你一条小鱼，嘿，接住。你们想吃吗？哇，嗯，看着都觉得醉了，醉了。对了，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趣味零食海豚造型的小软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千万记得要关注点赞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